What's up？早安，这里是阿迪日常。接下来的这3天2夜呢，我人在台南，跟着一群朋友们包栋玩耍，会简单记录一下。然后为什么我的厕所里面有这么多人？为什么厕所里面藏这么多人？多人公寓，多人公寓。我们因为会诊的房间最大。对啊，我们要准备泡澡。多人混泡，多人混泡。老实说，你晚上有多少人过来跟你泡？早是一定。话讲清楚啊！你在那边泡澡，我们在那边看，你很惬意吗？为什么？他没有上镜子啊？为什么？就是环境就是这样，然后有一个人在那边洗澡，刚下班一个很难。说哦，台南的 YouTube 来这边就可以找到，不是，是要是入会费，这第一个门。我觉得歪掉了，我觉得歪掉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们继续讲了。反正就是非常的热闹，然后我们昨天弄到很晚，我们昨天玩桌游玩到非常晚。你两张，那你要抽谁的牌？现在在干嘛？帮阿迪日常做记录。半夜3点半了，各位，3点半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是被逼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刚刚聊心事，想说准备要睡觉的心情了。阿迪就说：“那我们来玩一场爆炸猫。”不是，这是爆炸小小兵。哦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来突击皇室的来的房间。今天看到就看到一堆药，药膏吗？他房间也是蛮可爱的，房间就是榻榻米设计。然后这是双人房，这是双人房，那就厕所。往下走，我们来看一下楼下哈。啊，楼下长这样，厨房有一个很大的餐厅跟客厅的空间。那准备出发，吃午餐。然后这边还有 KTV， 那这里有一个可以唱歌的地方。这边这里。晚上都在听阿弟在高唱。哪有？没有，那这里可以这样唱。然后我们第一站来到安平古堡，不知道台南人是不是都来这边毕业旅行，他应该来腻了。这边是不是要门票啊？这边要门票。我可以叫大哥。哇，这服务生有点帅呢。哎，谢谢。哦，哇，上个菜哦。谢谢哦。你们刚才没有结账嘛？那他们怎么总跟你收3600？也太贵了吧。这条要按下。你们看得好着迷哦。很有兴趣哎。一群女的，我有事情。我去给人家做针灸，他会给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不是笑我们一群女儿在看什么东西吗？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舒服吗？蛮舒服的、啊。舒服。拍什么啦？不要拍啦！不要拍啦！这里是金山在帮阿弟长镜。哇，这边随便路上就可以捕捉到百万 YouTuber。哎不，哎呦，有在练哦。哎呦，捕捉。什么意思？直击百万 YouTuber 阿弟英文，现场路边帮展荣铐起来。铐起来！哎，真的。我被铐得好爽、啊，好可怕、喔，好可怕、喔！不行不行、啊，你有没有想法？你有想法吗？有想法，想法，有想法，有什么想法？你想买什么？哦，你想买那个？那个虾饼。虾饼。对。哦吼！那你喜欢逛古迹吗？我喜欢你。哎，什么？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没有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有，好热哦。哇，这个拍照组也太辛苦了吧？是不是会有泡？我跟你讲，生活不容易。我是30号，我一个泡泡赚50，我刚刚这样收上了200。等一下，也太巧了吧？巧的，天哪！然后我联络那个范范，范范，大家是讲好来台南吗？讲好了吗？是讲好了吗？吓一跳，因为 YouTube, 是我在 YouTube 玩只会来台南，我在网络上看到的，怎么现在都在台南？大家都在台南呢，傻眼，我们没有约好呢。我们没有约好啊，没有约好呢。好看，终于看到了，真的，我等好久了，好多小孩哇。我们是不是年纪到了啊？到了。我们现在出来玩都是会遇到朋友们，然后是带小孩。小朋友，叔叔了。阿弟阿伯，阿弟叔叔，叔叔了。哎，鱼缸也来了。吃饱睡，哇塞，就是已经这次旅游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是吃饱开会，开会完继续开会。哦，真的。但这是我的梦想。梦想。你点了没？等一下。什么时候吃？凉爽一下。点餐了吗？点餐了吗？我觉得，厉害了，来喽！第一台车，我们本来是想要去关系平台，
对，欣赏夕阳，对，拍美照，好像来不及。我们现在在追逐夕阳，我们现在追逐夕阳，没有，我们现在车上参与，我们车上参与夕阳，我们现在车上看夕阳。哇，我之前其实也蛮常来这里，这个海滩我应该来了五六次了。好，三二一，三二一。一张美照的背后要有两个男人的牺牲。对，家庭美美美美，可以可以。一定要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可以可以。上来这边，上来这边，加你的 Instagram。月亮很圆诶。天气好啊，又要适合出游，工作不能太多。Hello。然后大家有时间。我们待会要吃晚餐了。鲜蚵炒饭，高丽菜，炒花枝，然后鲜蚵汤。带他们来私藏店，我们偷偷碰。对，我们直接不合群。我们直接分裂，十几个人在外面，然后就。嘉宁他说他喜欢吃鲜蚵，对，我们吃吃看他的那个炸鲜蚵。来来来了来了，这么大颗的鲜蚵，哇，这够超久的。来来，马上趁热吃，一人吃一个。要沾酱不沾？沾酱可以沾酱，可以沾酱，小心烫，小心烫。是不是？哦。不要偏颇，有没有太浮夸？两颗是加在安平，现在是晚上十一点，我们是约十一点的时候会去到另外那边，大家十八个人集合，因为一栋有九个人，晚上在工作。现在把这个东西 wrap up 之后，就过去找他们。汤品还有水果，哇，太好了吧！热食部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样钱难赚啊！一碗六十，加菜，你还在赚钱啊？加菜，对对对，这种人哦，钱最好赚。现在是凌晨六点，嘉宁，你是要当所有人的化妆师是不是？这是要帮别人化妆的人才会带的量。嘉宁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，然后大家要准备退房了。我们接下来其他人可能就是在吃个午餐，简单休息一下之后，就要准备回台北了。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趟旅程，是吧？很疗愈，是啊，疗愈。我听到你好多东西啊、喔！喂喂，什么、喔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吧？我现在手上握有你很多资源。没有吧？不是吧？好的，期待下一次可以再出来玩。最后，最后，观众要求记得要订阅。哎呀！